直以来，周杰伦都是我最喜欢的歌手。自从来到欧洲，我就跟随他的脚步一路打卡，不管是《明明就里》爱丁堡的场景，还是《算什么男人》里佛罗伦萨的场景。甚至古早四面楚歌里的威尼斯，去不了水里，只好拍景了。告白气球里巴黎的塞纳河畔，虽然我只拍了铁塔，哪怕是他随意拍的旅游照片，我也要掺一脚。结婚的宴请庄园，我当然也要去了。不仅要去，我还要在里面弹他最喜欢的肖邦。更不要提结婚典礼的教堂了。所以这一次也是一次寻找周杰伦的旅程，目标是《怎么了》里的白崖海岸。心情的思念，心情的
觉最不适